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好久没有跟大家在这个户外分享收这个蜜蜂的视频了。今天呢，也很有幸的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视频。你看这地方有一窝这个野生中华蜂啊，这是分蜂的，不知道是从哪里分蜂飞过来，好大一朵啊，很强的。我们现在呢，准备好，然后就是开始把它收装回家了。我们就拿这个装。之前我老爸他也做有一个那个收蜂笼，但是他上不去，所以我们都习惯用了这个。哎呦，你看，一直飞的。我们现在马上开始收了，太热了。只要蜂王啊找到了，蜜蜂的就是乖乖的进去收蜂笼了。这些都是刚出来的，现在的是学着飞，挺乖的。扔了又来，你看又来了，搞定了。现在把它装回家，然后就过箱了。那边地带热，回家了，等一下我们拿回去过箱。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儿啊。